拿下来举一举，也不上点上啊，往上上。你拿那么多燕歪了，拿下来不碍事。拿下来扔一堆，就往这。往这堆呀。往这堆呀。扫地弄啥还得疼，拿那够一天燕的，明天再拿。那为啥？今天你燕歪了，明天再拿，拿的多扔这一堆子。也不好看。你上地去了呗？你上地去了？你那扁根儿丰富，自留地。自留地我哥早上上午好呀，可爱哥早上上午好呀。麦，麦，你起床吧。大王哥是红森家大哥吗？我看你挂的牌子有红森的，红森的牌子，十七级还有叶子的，一般看叶子跟红森的基本上都是好大哥。而且你的头像还挂一个红旗的标识，爱国。风吹到听到的，山哥上午好呀，咋啦？哎呀，我的地扫扫吧，一会儿。啊，我的咋？我地扫扫去，坐这闲着也没事儿。你说那小厨呀，那地里没啥吃的呢。
将地扫扫去，坐着也没事儿。去种啥地呀，朱哥？厨房地拿扫把扫扫。坐那儿歇了，我着急不着急的？着急啥？着急咋弄啊？恁妈是谁？恁白天下地，你说是我都不知道你咋的。今天写，明天还是写，后天还是写。今天干活干的也很快，今天写，明天写，后天还写。你在那干活，一楼干出来的干气，干气人。干可气人，俺也不吃那个。
麦，麦，阿娟，听到吗？俺姐姐来了，你还有吗？几点了，躺床上还睡。我被子给你拿了，我看你盖上。
躺着这玩意又不瞌睡又睡不着，老躺着弄啥一天天，起来也不干点啥。我一天不睡，我也是瞌睡。你不瞌睡呀？不瞌睡呀。然后我背的那时候，然后起来出来晒晒太阳，老多屋里一天天。我昨天晚上是睡好了，然后今天不困了。老板躺着是说睡着了就算了，谁又没睡着。废话不疯也要高声啥意思啊？我把被子背出来了，有人搁那不在车上呢，俺妈在床上躺下睡觉，我被子拿出来放那放车上，不让他睡，叫他起来他又不起来，还躺着。拉了拉不动，所以把被子拿出来晒晒，放到那车上了，不让他躺床上。富士康没怎么呀，好起来了，什么好起来了？富士康没怎么呀，怎么了？佳哥上午好呀，洗好了，你怎么失业了？你说我怎么失业了？佳哥上午好呀。不想干了呗，想干了就去了，不想干就回来了呗。
就这样一天躺到床上睡到啥个吃儿？那他叫想睡到多少个？你看我回来我瘦了呀胖了呢、嗯、我回来是瘦了呀胖了呀，睡不着呀？不是，我说我回来你看我胖了还是瘦了？你啊，朱哥哥、啊、上午好呀。两天吃饭，这个瘦了。俺妈说是我练瘦了。我也是有时候胖一阵子，有时候瘦一阵子。不让俺看，朱哥。嗯，感觉回来歇几天也可淘气。嗯。感觉回来呀，歇几天也可淘气。水果正常，我是不是败了呢？感觉是捂的可败。后来一段时间都黑了，主要搁那成天也不见太阳。今天俺大姑还来不来了？今天俺大姑还来不来了？我说今天俺大姑还来不来了？这天多暖和，过几天温度都下降。这两天温度老高。大姑。不是大姑，知道吧？
就是我奶奶她女儿，我们都叫大大姑。你看农村的小鸟一早上都在喳喳喳的叫了，现在肚子鼓了，大鼓不是大肚子鼓了，真的呀。就是助攻死的快。汤人锅里睡着了就算了，又绕半又睡不着。对呀，我昨天回来了。他属实肚子大了一曲儿，一大曲儿。日子去村里，拨户外呀，捡兔子。去村里拨户外拨什么呀？外边也没人。昨天回来的时候都没什么人，可冷了。事业正好说猴子，大家现在没事干。爸说叫我去超市呢，没有去。发现回到家里也可无聊呀。
啥呀？面饼。我早上叫他吃，他不说，他不吃嘛。他背着什么呀？他？啊？背着什么要拿过来？哎呀，我非要回去嘞。被子背到外边扶那晾呢，他那天扶五分钟了。背到外边，人家那也说车加车呀。他说：“这都吃，他不起来，他不吃，是不是？”嗯。他家全爱都是找吃的。吃早起来，连不洗脸都拿着吃。我这，我老这，我这。那洗手脸都是人家的。一说到他又不听，他啥都清楚。没法。你又不说他傻，他又不喊他不傻，你说他是傻他傻不着，他傻都着。我也听见了吧？你在身上回去拿棍子敲了。他傻。敲给他敲，敲也得谁？他心里傻都着，他傻不知道。光电话说的，做饭了没？做的，炒菜了没？炒的。嗯。我说吃了饭就他叫地扫扫，吃了饭他躺屋里，地他也不扫。买，你接着睡觉，早我擦擦吧。让你擦吧。我老实的慌，我叫你擦的。你自己去看看，还能进去认不能了？不要地给你扫了了。你去干活吧，把灶屋擦擦，200块钱。擦不擦？你擦不擦？擦擦给你500，擦不擦？那个不要钱的，我也不擦。叫你擦灶屋，给你500，你不擦吗？不擦。不擦吧，找别人擦吧。钱给别人。车要找我擦去吧，别人能那个烂了。叫你起来要原地扫扫，你不扫。擦它不是干净了，你光吃了饭，总是干啥呀？叫找我擦擦，我给你200。家里活你都不干，还要拿钱喊着才干吗？说啥呀？天哪，跟200才炒才用啊！跟200还少啊？500还少啊？擦灶500块钱，挣这500块钱，你给我说几天活能挣过来？我跟人家干一天，人家才给我91块钱了，8小时给我91。那灶屋那恁这一片地这俩小吃不到俩小时，我擦了，我擦了，你给我10000块了，我给你擦，你给我10000。中了。早午我给你擦擦，你别说多，你给我拿200块钱说，我给你擦擦。他俩小时都擦了，我给你上一天班，8小时得给我91块钱。
中不中？你给我钱吧，我给你查。我要找我给你查啥错了？我给你查，我给你钱查，你不愿意查，你给我，我去查去。我也不给你钱。我也不查，我也给你学的。你不给人家钱，人不给你查。不查。你掏钱迷的，你不掏钱呢，来给你查查。掏钱迷这样。你有钱也不赚是不是？啊？去吧，找找我查查，我给你200块钱。为啥呀？为啥？你要知道这么高的高价，你随便喊一个人，人家都愿意干，你找不着。买，你是不是这个意思呀？你想让我外边挣钱老日老不容易回来了，你给我钱我不查，不给钱了你再查，是不是？你是不是这样想的？嗯。啊？买，你是不是想着我搁外边挣钱不容易老辛苦，回来了给我钱就要查厨房，你不愿意，不给钱是不是你自愿查呀？那这样想中啊，那你要厨房查的吧。要面我压成你拆开吧。我搁那摆了，我面我插的那包里先脏，这孩子里弄的水是刷刷的多了，袖子也不脏。你看人插还重来，刷刷插是不重来呀。哪去了？谁家？坐，坐了。不然你，走哪去？然后上桌子。车上柜都啥的？真是没法说你了呗，来他要霸占住你的床，霸占住你的床，霸占住也霸占住你的床。那有气道你还不出来？都搁那，你还说都搁那电车上，你有哪？都上超市去都买。走。买。
晚安，都上床睡去，你吃啥你拿啥走，你们走。走吧，上超市的，你看你吃点啥，自己再拿回来。你要是不去，我跟你说，我现在都是，你要是不去，我回来我也不买，就这。你要去了，你要去了，你吃啥你拿啥。你要是不去了，我不往家提。你不稀罕，你就不吃。去不去？走吧，到那儿弄那个。你吃啥？你拿点啥？今天中午了，给你炖点鸡腿吃吃，吃不吃？不吃啊？不吃了，我看我查查买几个吧。俺爸吃两个，我吃一个，俺奶吃一个。差不多买四个都够了，那你也别吃了，不买你的。你要不吃了就不做你的饭了，吃了就多做点儿，不吃了就少做点儿。我叫俺妈床上备叫这炉子个单子洗洗去收收，坐着这炉子给他收收。那就见一块的好不好的啊，你好就好了。
啊，我单子一洗干净，这不是？我单子一洗洗，扔完洗衣机搅搅。好要洗的是哪？没呀，你去倒上去吧。洗洗不干净啊，给你单子一洗洗。你往那整啥来呗？热水掉了。热水，你今天刮风，我去见装了不热的，没眼了。我看尿床上了。挂上没有？别照，照不照别照啊。收不住了，丢了。找这些，不要管。龙华，反正。龙华。他不在庄子。装了一天，哎呀，这个又发这不要了呗。找不中啊，财主啊！扔了吧，不要了。幸福搁上午好呀。扔了吧，不要了。好好的。好好的，扔了。买多少的钱？那。你就这样扔啊，放上。上午好呀，真会来生事。啊？真会来生事啊！这得有气疯了呀，今天。走吧，妈，去超市吧。你想吃啥，我给你买点儿。你说你想吃啥嘞？去上这儿了，再买点儿回来。去不去？子爵大哥来了。走呗，到那儿了，我买点吃。咱们你要早午餐啥，我给你200块钱，你还不去干？去吧。早午餐啥，我给你200块钱去吧。你妈他们，哪一家跑到那上面再跑到那里再给他们？去吧。餐啥，我给你200。
我回家了，昨天回来的。不要钱。谢一天哥荧光棒呀。又下来一块去不买谢谢阿生哥荧光棒你别上屋去了不中你吃两地的一会儿一吃躺床一会儿一吃躺床让人弄啥的呀那怎么床都离不开了天天儿啥食物的月亮照的黑花肚子啊啥东西你看看妈桌屋躺了躺弄被子摆出来都不扔哎创着一天就是离不开吧咱俩太到大街是吧啥呀你看他又躺着呗躺太到大街是呗这卖我创真不亏你妈叫出来晒晒太阳一天不晒太阳光躺在屋里就这样汗都汗不出来出来晒晒太阳，见见阳光。我见太阳的脸都不一样，你知道不？见见太阳晒晒，有好处呀。我还是早上把地拖了拖，我要不把地拖到那不早都上了床上又躺出去。你都是模样还不跳某个桌屋了某这连搬床上不起床也不是个事我说他叫早午茶他我给他200块钱他还不敢呢我搁俺那干八小时就跟你说早早的早上都去了一直干了熬一夜人家得给91块钱了别说这了你说是不是我上八小时人家得给我91块钱你这擦早和午俩小时都擦完了200块钱到手了是不是又躺着了那沙发上没被子了我想站着沙发上沙发上有被子有我被子我说走上超市你吃啥了我给你买点他不去我说不去了我也不买你去了你吃啥你自己拿面的买回来太甜了这没味儿了俺妈嫌少俺妈说擦擦嘴你说给我10000
你干啥活嘞？给你一万呢？快到饭点了，坐这干啥啊？摸摸哥，上午好呀。我们吃早饭吃的晚呢，吃完早饭的时候都快八点半还多了，不饿呀。早上煎了饼吃了吃。爸爸奶奶都喝了玉米吃粥，玉米糊糊。俺妈说给我10000块钱，我就去干去。10000块钱就是把厨房擦擦。大叔早安，上午好呀，大叔，谢谢大叔办卡。这不是俺奶奶大叔在轮椅上坐着呢。早上烟火弄了点煎饼、葱，切了点胡萝卜，然后煎了点。昨天晚上他弄的玉米丝粥嘛，早上热了热，玉米糊糊喝了点儿，然后坐着晒晒太阳，给俺妈床上的床单洗洗。叫他坐着晒太阳，他不晒，他躺屋里就不出来，这屋躺那屋，那屋躺这屋，他不出来喊不动啊。俺妈说叫我给他擦个厨房，我说擦法给他200块钱呢。他不干呀，他说擦擦给我10000，他最起码给我10000。我说我上一晚上班8小时，人家才给我91块钱呢。8小时班一晚上，人家才给我91块。你这一会儿擦个厨房2小时，都挣10000块呀。然后他又躺床上去了，喊不出来，这屋躺那屋，那屋躺这屋，喊都喊不动，没办法，所以把被子背出来放到院里那个车上了。这不是这边还被子搁这搁着呢，喊不动啊。那出来晒晒太阳不是好点吗？老躲在屋里。叫也叫不出来。可能是吧。他烫沙发上了呗。嗯。烫沙发上了。嗯。俺妈是啥吧？我能烫我就烫着，我就不愿意做。弄点啥，成天就着急糊弄，我咋弄？谁咋说都不中。我从婆婆身上干活。你煮啥饭呢？哎，煮啥饭？张聪，俺奶奶感觉记性现在不怎么好，耳朵也不再怎么好使了，不像以前耳朵可好使，现在记性也不好，耳朵也不好使，说话老是听不见背，你知道吧？不像之前的时候说话听得可清楚了，现在感觉都是耳朵有点背了。
包饺子没有啥菜啊，连菜也没有，买点鸡蛋包饺子，不买鸡蛋咋包呀？咱不管的，哎呀，还不让你干了，那就不让你。是也干嘛呀？我一会儿下去压个面条，今天面条也不压了。我没回来才他压面条嘞。我一回来面条也不压了。我看恁买的不是挂面白的了，我看恁那早午搁的。放着油面去买挂面的了。挂面又不好吃，还不能自己压的面条好吃嘞。哎呀！还有我那也吃，啥呀？鱼肉。鱼肉？嗯。我不吃。你炒出来。我不爱吃肉。那那是，我扔了这个。我不爱吃肉。你不吃，没人吃。俺妈吃。你妈也吃。俺妈不是这个，俺妈不吃。你莫给她弄，你弄了，你看她吃不吃？弄了干嘛？他老吃，他咋不吃呀？大叔，你在家里忙啥呢？我昨天上午不是坐车回吗？昨天大概一点多吧到家的，一点半。今天有点风啊，挺暖和的，天也热了，现在适合出去玩，也不冷。我早上起来把地板拖了拖，脏的跟啥一样。外卖也不挣钱呢，外卖挣钱，只要肯吃苦，外卖绝对跑的还行吧。人家不是说一个月都能拿个四五千嘛，努点力的话六七千，使劲干的话一万多，不是？普通干四五千，努力干六七千，使劲干一万多。Thank you.
你说你懂个屁啥呀？不是，人家说他呀，不是我直播间的哥都是这样说，说跑也买挣钱了。我回来拜，过两天都给我晒黑了。那人家也在那不检查呀？嗯。趁人家上班也不检查呀，后来过几天都给我晒黑了。俺多大这不去？俺路上，路上。路上，哎，前两天找不到走啊，晚上下来出来都黑了。我不检查呀，这个屋里可白。后来几天都晒着太阳了，是吧？一百二十多斤的肉买点吗？你以为我一百二十多斤呢？一米六七，哎，感觉在家就是不一样，手机上一会儿刮了都是灰尘。飘的，上面的灰尘飘了，一会儿这手机上一层都是。驴吧。不是驴，现在。以前不是驴吗？驴是哪个？驴是那家里包的驴。这河南路是哪家？这家伙气疯了。到这我都看不清手机了。大叔，你咋不说话嘞？大叔，你在忙啥？没饭做呀？做啥饭？没有菜，做啥饭？妈呀！我去超市没有去，这现在都十点半了，时间过得挺快的。不知道做啥饭。中午也不饿，早上吃的也晚。咱中午吃的啥饭呀，奶？
面条，又是面条，我跟着我都不爱吃面条。不喜欢吃吧？米饭。嗯、米饭没菜。没菜炒菜。红菠菜。白菜。炒点豆腐往那一摊。真是。我们下馆子花哥出钱吗？炒面条俺奶奶吃不了，没牙齿，再做点汤他们能吃的，辣的他们又不吃。咱们有电饭锅，搁电饭锅里蒸吗？有电饭锅呀。啊？有电饭锅呀。你想吃米饭嘞？你这是不想吃面条，不想吃面条。赞助一个馒头啊。那要让我得熬点粉汤。要不弄点那个吃吧？是吧？没啥吃，没啥做，没啥做啊！家里就几颗白菜。那不是白菜吗？家里的白菜在这儿，没啥做的。吃完饭去。那咱真天光没啥事。我才给你点走了，你又别你又火。咱这点饭都干。你们中午吃啥饭啊？你们中午。转着看看世界大红帽。回家吃啥都是问题，白菜。白菜腌的，吃昨天晚上都炒了白菜，没啥吃的，家里还有点红萝卜，有菠菜，所以俺爸想吃点米饭，然后白菜、红萝卜炒炒菜，想吃米饭。俺奶奶说吃面条吃腻了，包饺子现在有点晚了，都几点？10:30了，没菜包不了饺子呢。弄点饺子的话，弄点粉条，弄点鸡蛋，包着饺子吃。素的，再弄点，韭菜。去超市买点韭菜，然后包着饺子。要不没啥馅吃的呀？喝完啦，你扔这儿吧，喝完扔这儿吧，扔这儿的话，俺奶奶想吃饺子，俺奶奶好久都没吃过饺子了，想吃饺子。咱不如咱吃饭晚一点吧，买反正又不急，早上吃恁早。早上吃了8点多，这中午又该吃饭了。要不去超市买点鸡蛋，包着饺子吧。上午吃完不就到12点多？嗯。煮点炸酱面吃吧。做点炸酱面吃吧。吃啥饭啊？炸酱面。烙种。你吃不吃？炸酱面。啊，吃不吃呢？你做了我怎么
包饺子还在去超市买鸡蛋呢，韭菜还没有呢，华哥。你去超市买鸡蛋，买韭菜才能包。你不买韭菜买鸡蛋咋包？家里又没有。炸酱面不是好做吗？哎，我也瞅瞅。哎，那你他们怎么你这个厨师还下去？还有百万的，有一点。知道他们收多少钱一个厨师多少钱？咱这扔了吧，我赶快整嘞。扔了。我这也不记得起多少。来吧，我这干啥？啊？什么？还有钱吗？刚才是 CD。
那还中呢？叫吧叫吧，要飘下来，老太。刚才我给他捞出来床去，我给他又捞出来了，是吧？真从我压200多块钱，我拿出来撂了。我想里头没，该拿出来撂。他都没说拿出来撂了，没了。我要钱给他拿给他了，给他谁知我捞这谁知他就交出来的钱。你说亲人不亲人？这天还那我俩还不碍事。那能花呀？不碍事啊。我说这不难就不赚。我说这钱让俺交成泥儿了，妈说交泥儿不要。人家说这家产。他说俺妈说交成泥儿不要了，给人谁谁也也没人，这成泥儿谁还要？妈说不要算。那不要就走那儿呗，我要。我说也，我说家钱的。应该这儿不碍事。那水都放完了，搁地下搁那放，我说这是啥玩意儿？我一看还不烂，木暖暖拧着。但是，压该压的，我也该压的，这样谁压的？钱我掏的，一压十点两三千个，交了。
一会儿上超市买点吃的刚好，有钱。好。洗完洗完单子也能交出来钱。我一盒三六有一张。一会儿都晒干了，一会儿都晒干了。太阳可快，晒可快。今天是不是女神节呀、啊？三月八日，女神节你们不给刷点礼物，表示表示。这个咋样？我给我弄啥呀？你买菜的买馍的，你给我会弄。你不要了我呀？叫他钱盘着搁盘着扔，我身上都不带钱，都没有现金，我连一毛钱都没有。那你要卖东西？我不卖东西，我身上我什么样都不带钱，从来都不带钱，都不带现金，啊？都搁手机上呢。就这是外边人谁带钱？都没人带钱。人家都是手机转账。以前你像是人家带钱都是现金哈、嗯，你大清早去扫地弄啥都管扫出来钱。现在你大清早你去扫地钱你也扫不出来了，不像以前是。以前人家你扫个地都能也扫那个垃圾的人家都能扫出来钱。现在人都没有现金了，钱也扫不出来。这都是手机的，真是假的！我说，他妈这点儿钱都是手机，我手机丢了，丢了他说落手机。我说那钱呢？钱都，你拿个都提走了。啊、哦，人家有钱，他花不了，他就能落我手机。嗯，落手机。钱那叫个汗毛啥，人一拿去他都转走了，都转不了。这玩意儿，这家里老年人了，要现金，那年轻人都是赚的，都吃个饱，那个危险赚的。你存的有多少钱呢？奶？啊？啊，奶存的有多少钱呢？你问人家存的多少钱？我存的多少钱？那也拿回去，你给我翻身上回翻了翻。拿回都不说了，过去了。我也没有。现在你存的多少钱了？现在。嗯。
我也不买东西，我也没花，我也不知道。我给你看看吧。啊。我给你看看吧。啊。我给你看看吧。看我给你看看你存了多少钱吧。我给你看看啊，搁枕头底下来，搁枕头底下来。咋的啊？我说你钱搁枕头底下来。嗯。这吧。你钱搁这放嘞。还搁枕头里。你这不是听见了？你这真是弄这个。在那儿。没呀。我给你看看啊，来，找着啊。谢谢坤哥银光棒，你别人没人找啊，他们不敢呢。我跟这放了吧，颤着颤着。还颤？我说跟这压嘞，跟那里又塞住，还颤住干啥嘞？老婆要不就是让我颤着枕头，手劲抱住，我不能颤住。跟谁去？跟谁去？阿姨啊？跟奶奶去。俺老母，我这，恁爸。人家慢慢攒回来的钱，给他查查多少钱。哎，还是不能包，只能说年少钱。我那手机里的。那谁来了？看了这张牌子。你这几张不这呢？不这？你猜猜？放住吧。阿奶，放住吧，越放越多。俺爸给你查了多少啊？啊？多少呀？几千呢？放着吧。我给你搁这儿了啊。
没有，我在家呢，三生哥，在家里面呢。我不在新城机场，我回家了，昨天回来了，在家里面看，陪爸妈呢。吃不吃？我不吃。不吃吃？不想吃。啊、不想吃。我也不想吃炸酱面。啊、我也不想吃炸酱面。不想吃面条，我也不想吃。搁到这儿都不喜欢吃面条。三生哥，你挂的谁的牌子呀？这是，给人家还开了钻粉。嗯，别有份儿康人资的水友还看到查到的地址。俺奶奶，然后俺爸，我回来了，一个认识好几年的朋友了。嗯，那我们算不算认识时间长？我一个月发2600完了，不想干了就回来了。那钱都是俺奶奶放了好几年了，就是这个亲戚来了给我奶奶100，那个来了给100，然后不舍得花，然后放到那儿。你这才几天了呀？我们才几天，感觉都比他熟。不舍得花，老是放在这儿，老了咬不动啥。有时候回来了都是给他钱，想吃啥了，俺爸给他买点啥。有时候不买就放了。去上班，去不去？我去不了，我昨天刚到家，刚回来。跟你说，跟这不挣钱，一个月发2600，然后就回来了。4000多公里，在家里呢。昨天刚回来到家，没事了，奶开着门别上门，知不知？我说你没事了呀，看着门别上门。哎呀，真的，你不知道这点钱老难挣。就是这个亲戚来了，然后给拿100，那个来了100，看我奶奶的，然后就放的时间长就多了。老头把我卖了，弄到4000公里的山沟沟里，他肯定舍不得卖你，这挣的就去，你去挣钱呢，又不是去干啥。我昨天刚回来，在家休息呢。昨天刚到家，下午1:30吧才回来。上个月上了一个月夜班，才发了2600，然后不想干了就回来歇歇。一会儿都在唠嗑。洗的衣服呢？干嘛呢？床上的单子洗了洗。那就是说没法干了，然后我就回来了呗。然后昨天我就不干了，本来这个月该上白班了，然后我就没干，又回来就发了2600。我吃饭就在那儿吃一顿吧，有时候扣了90块钱，吃了没几天，然后我都是在外边买的玉米带上，然后晚上有时候吃着玉米。
带着来的方便面，有时候吃着方便面，然后剩了90块钱的饭吧，然后扣了90块钱的税，就发2600块。回来给俺妈单子洗洗。俺妈还在那躺着呢，翻不起来了。就是嘛，他干的正式工嘛，但是干的时间长了。我们干派遣工，他也拿不了那么多。都是洗衣粉末。嗯，你去吧，我也去不了。我在家估计得待一阵子吧。在家里待一阵子，俺家跟别人家又不一样，屁，派遣工7-8千。三生哥，你这么久没来，你知道不？看起来你都已经不喜欢我了。正式工一个月5000，分房子，然后给你40亩地，划下来就15万左右。北京做服务员一个月都5-6千了。你要知道北京做服务员5-6千，那北京说不好听呢，他那个吃的喝的呢，租房子呢，你也没有算过。你不要光说他发多少钱工资，知道吗？你要算算出去吃喝吃住还落多少钱，你要这样算才行，包吃住还可以。我怕我吃住的话肯定不行。里面有洗衣粉末弄不下去，有倒洗衣粉可能太多了，把那末冲下去。我最近估计我走不了，那在家待一阵子。像我们这儿不包吃不包住的，一个月16500，那可以，你们工资高，我们面的没那么多。我们不包吃不包住，一个月平均富士康下来的3-4千块钱，3000多吧。工资少的话，加班少的话，2000多。我上个月就发2600啊。没有那么多。我们不包吃住，我们也不包吃住，吃住都是自己的。住宿费一个月150，但是你不想住的话，你可以租房子。然后吃饭都是自己的，餐厅也扣，外边也扣。有好活吧，就好好干吧。挣钱这年头挣钱不容易，太难了。俺妈床上的担子，给她洗洗。唉，我回来也闲不着。还有40亩地也是钱，对呀、啊。
老公上午好呀，可爱哥上午好呀。谢谢小军哥，荧光棒，小军哥上午好呀。就是发的太少了，也没有啥政策，干的也累，然后我都不想干。哎，我不是拧过来了吗？怎么下面还在出水呀？放了半天水白放了我。我说咋里面还没水呢？你们这工资高呀，一能存13000，我们哪能存这么多？我现在弄手去吃啊！我不吃水饺，恁想吃恁吃吧。没吃啊？不爱吃那水饺。买点不用卖了，天天老有钱卖饺子。你买谁吃？谁让你不吃？我不爱吃。谁让你不吃？我不爱吃。我不急。吃了呀，我吃的面饼。外边暖和，这天真热，这天儿，这天热，你老伴叫你弄到山沟沟里，是不是他在那儿包了工地，叫你去那儿的？我在天津，反正没有。你是从年前回来，一直在家待到现在？哎呀，我充电宝怎么弄出这个了呀？掉了一块儿，板的了。本来是好好的，可能是板到了，给板坏了吧。找不到那一块了，你念怎么粘呢？把板哪去了？掉了一块，都漏上了。买来502给粘上就好了呀。哎，工作不一样，做平面设计的工资可能高点。像我们都是打工的。干的都是吃力的活儿。我昨天回来了，小军哥，昨天下午1点就到家了。我本来这个星期该上白班了，我没上，礼拜一都没去。今天都算旷工3天吧，今天礼拜三了，旷工3天。这里昨天回来，然后今天把早上把地板拖拖，把抹的单子洗洗。有时候一个月能拿好几万，1.65万是底薪。你们挣得多，我们挣得少。没有，你不敢，你不来，我没人敢了。跟家里整整洗洗，中午都不知道吃啥饭。路过的大哥，好大哥，也可以帮小伙凑个两性啊！谢谢你们支持。你上班了没？今天小军哥，哎呀，想吃啥吃啥，自己做。
没啥好吃，家里没啥做的那样吃。俺爸说蒸点米饭啥的，面条俺奶奶都吃腻了，俺妈在床上躺着不起来，喊不动高儿。冯哥说，还要做胡辣汤呢。还喝胡辣汤呢？我还喝胡辣汤。这是那么啥东西啊？那兄弟的心。心。嗯。啥心？你要去那儿干活去了？那可能，我去了。不养那没用了，扔了吧。啊。我往那去了，谁都不知道。他应该是不干了，然后叫他去跑单了吧？嗯。跟他那边寄过来了。嗯。老板的媳妇儿写，这没事，就一张纸，就一张的。没有这不是？叫，叫你接单去了。发过去了。发过去了。他不是不上那去了吗？谁这不着？谁来去了？嗯。他妈养大没用了，扔了吧。他说说。嗯。给。没事儿。还看了没事儿。他不去那儿，他不是去那个。去安徽了吗？他不去那个地方干。他矿都是说旷工三天自立嘛，他不想干了。他去年就回来了。嗯。没事儿。他看了都不管他，他不上这干了，不管了。人家叫他反正这就叫他去跑单儿了，应该是给他结算，应该是有工资跟这压着的吧？应该给他结算工资的，他没上这去。应该是。搁那用呗，你管他。他这没用。他就是没用，那有啥用？没用啊。那要扔了，把扔了吧。没啥用。要我给他花点超市拿回来。嗯。拿回来，他说你，说你是给他接到哪去？他开了，看看弄哪子。俺家大爷的拆开了，看写的啥，嗯，给我发过来，没事，没写啥，没写啥，没用啊，没用，就是拆，跟这说拆一百拆，这是那么好钱呢，没钱，那就俺值，一张，啥没有，那送快递上。钱是没有，没有钱啊！有钱了就啥人写，没有钱，就一张纸，啥也没有了。啊、你个人去吧，没用。叫他去跑单子，他不上河北那儿干了，叫他去跑单子去了，交接离职了，应该是。他五日之内叫他去嘛，他没去，他没去了都是不管他，去他那边吧。他不想回去，他没时间。啥时候寄回来？就是那。这块交换上面四月十七日寄交换结束。真好的寄。2月20啊，2月20给他寄的，没寄条的吧？给，没用啊，搁那吧。那会下雨些。没用啊，没啥事儿。
人家叫他去郊野里子跑篮子嘞，他不上这去了，那么他也不想去跑。那中午做点米饭吧呗，那要想吃做点米饭吧，没啥做。哎呀妈，单子吃些。裤衩拉着就没洗过呢。